这儿就是通。陈队，报案人已经到物业办公室了。好，马上过来。你们俩把这个烟头送到吉林做个技术分析。是。查的再仔细一点。啊。是。走。陈队，在这儿呢。陈队，这位是报案人。也是大厦的维修工人。这不好。多谢你的配合。您不用紧张。就是想向你了解点情况，可以叫你老丁吗？可以，您问。是不是已经进去了？刚出来两年。为什么？偷东西，盗窃罪。那个时候年轻，不懂事儿。过去是过去，现在这个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还是很宽容的。明白明白。哎，自食其力，才活得踏实嘛。那好，给我讲讲情况吧。等等，这就是韩小姐租出的房间吗？小谢，给陈队打电话，就说韩文婷住处已经找到，通知技侦组支援。是。赵二，韩文婷的住处找到了，请求技侦组支援。好，知道了。技侦组吗？技侦组收到，我是刘斌。死者的住址已经找到，请立刻派人去勘查。要有什么问题，找许志浩。三个月一次大检，每周呢有两次例行巡查。那你帮我回忆一下，在案发之前，你最后一次上天台的准确时间是什么？三天前，是我和宋薇两个人一道上去的。你和宋薇？嗯。老丁，是你就是你，不是你就不是你，干嘛这么吞吞吐吐？到底和谁上去的？宋薇，为什么说？我刚才太紧张了，这才说了谎话。干嘛这么紧张？陈队，
话呀，说出来好像不太好，显得我特不够意思。放心说吧。按规定，我们物业上去维修的时候，他们保安部也要派人跟着一道去巡逻。这宋威啊，跟我是一个班儿，刚巧我们又住在一个宿舍，平时呢，关系也不错。完了没有？救好了，救好了。啊，好了，总算干完了。谢了。嗨，瞧你跟我客气的。咱都一起干活的兄弟，以后要再跟我客气，我要跟你急啊！行。哎，丁哥，你说这鬼地方，平常谁上来？这至于一周往上跑两趟？谁说不是呢？啊，可上头就是这么规定的，咱能有啥法子？是。哎，丁哥，这么你行不行？以后啊。周五，我周二，咱俩相互顶个班，你看行不行？顶班啊？恐怕不行吧？这经理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得罚咱们。有这点胆儿？哎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知道？不就顺手签个到的事儿吗？禁不住宋威这么天天磨我呀，这就答应下来了。这么着呢，这变成了每周二他上去，每周五呢我上去。天台上是一直都上锁的吗？没错，这钥匙就搁在我们物业办公室，我们都从这儿登记，完了呢再领钥匙上去。陈队。拿回局里去停车，你来负责。是。这。打的回去吧，我自己开回去了。你打的走。小姐，跟上。好。送到精神科存档，等陆姐回来以后，让她去做个比对。啊，好。哎，还有，让丽丽帮我查一个人，丁大华，不要他的全部资料。是。记住我说的话了。嗯。好好查啊。好。这丁大华有什么问题啊？我怎么没发现呢？专业户回来了。什么专业户啊？调查监控视频的专业户啊。你少来，专业户怎么了？
我早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。我看咱领导啊，就是把你往这方面重点培养的。那证明领导发现了我的潜质，所以才重点培养我。哎呦，今天分析案情的时候，头还表扬我了呢。哎，说说，怎么表扬的？我说，看这凶手的作案方式，明显就是跟被害人有仇嘛。然后头没吭声，那不就是肯定了我的判断？完了。啊。完了。不然呢？这算表扬吗？我告诉你，小朋友啊，每一桩谋杀案，在没有结案之前，任何杀人动机都不能排除。可不光你说的这种仇杀，还表扬，哎呦呵，哎呀，吴克，你是不是一天不损我你就不开心啊？我问你，头让你查的 IP 地址，你查到了吗？哎，我工作不完成，我在这儿给你逗乐子。我告诉你。被害人居住的小区。什么？这不白跟踪了吗？这不等于魏宏博对韩文婷的死毫不知情了？你怎么确定这个魏宏博不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？没这个必要，他又没发现咱们跟踪。技侦队的人可能已经在上面勘察了。走，我们也上去看看。你还关了，啊？你不是要钱吗？都说戏子无情，婊子无义，老子把钱给你拿来了，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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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是？不认识这身警服啊？
察，我怎么能不认识呢？不是，现在冒牌警察可是挺四局803的。哦，知道知道。这干什么？这是。我跟你说啊，警察也不能私闯民宅，对吧？我记得法政好像有这么一条，问的对。勘察现场，这条请问魏先生。勘察现场，你是谁呀你？我的同事正在办案，请不要妨碍他们，建议不说话。请吧，走吧，魏先生。不是，问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魏先生工作很忙吧？这看样子是要出远门啊，还不忘来看看自己公司的模特，可见关系不一般啊。关系当然不一般了，他是我公司多年培养出来的模特，我是他直接领导，而且我们俩个人感情当然也是挺深厚的嘛。他到底怎么了？那您来找韩文婷是？我路过，哎，对了，我刚刚办完事啊，路过这儿，我先过来看看他。你告诉我，他到底怎么了？你们都说呀。他死了，谋杀。怎么突然？网络上面疯传的不雅照片，看起来好像你本人啊。那何止是像我本人，那就是我本人。不是这么说好像不太合适吧？不准确是吧？那他既是我，他又不是我，什么意思？到底是不是你？你还不知道吗？那是不是我？我能不知道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咱现在网络科技各个方面都很发达，你说 P 个照片不太轻松的一件事啊？我懂了。你想一想，我这么大老板，这么有身份，我能干出那种事情吗？现在着急汇报案情，没时间跟你开玩笑。王局那儿，嘿，一把岁数了，跑得还挺快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喂。这么点事儿你们都办不明白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们这一天都干啥的？行，我这有手机。好，我一会儿回去。好了，一会儿我回去再说。哎呀，真是没办法，周队说，这个你看，我是公司老板，大事小事都得我处理。哎呀，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可以先走了。行，你先忙。好。谢谢您配合。干什么拍拍他？我说你们这……再见。魏老板，电梯在这儿。走错了。再见。行啊，小姐，他就那么几个毛，你还能薅得到？手再快点，多薅几个。哎，队长，你干嘛放他走呀？他带那么多现金，明显的跟韩文婷有利益关系啊。再说了，艳照的事儿，他肯定在撒谎。对了，吴克早就对那些照片进行了甄别，不存在 P 不 P 的问题。瞧那样，他一定有问题。哎，队长，要不要传唤他？
现在传唤他还不是时候，等到证据确凿了，找他也不迟。嗯，把这个交给 A7 侦科做 DNA 比对。王局，资料你也都看了，这个案子很特殊，现在就遇到了很多的压力。我担心以后啊，更大的压力会来自舆论呐、媒体方面。是啊，这个刚被大家关注的模特儿，弄出一些不雅照片就遇害了，这无疑会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啊。局长，您了解我，其实我有很多的缺点和不足。面对这帮媒体的时候啊，没什么经验，而且我最怕的就是万一我不耐烦的时候，我……行了，媒体方面局里为你扛着，你就专心办案。谢谢陈雷啊，这个案子你务必要办得漂亮，事实要清楚，证据要确凿，有您的支持一定会做到。请进。王局，打扰了，我找队长有急事儿。好，去吧。好的。陈队，你看啊，这是我之前锁定的地址，和咱们的资料里啊一模一样。反正这个结果我是没想到啊，最开始我还认为这个韩文婷是这个郭雅昭事件的受害者，那这么看来这个事分明是在一手策划的。这么说你终于找到了，确定吗？百分之百，一点问题。赵豪。啊，行，知道了。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这儿绝对不是凶案的第一现场。好，战心溜冰。陈队传来消息，说韩文婷的不雅照很有可能是自己上传上的。自己上传？他这自毁前程吗？这溜冰，在留有死者的电脑、数码设备。全部带回独立检测。好的。领导，你看，那他这么做的动机啊，可能会有两种。这第一种，就是他拿这些照片到网上去炒作，把自己炒红，把人气炒高。这种行为在娱乐圈也是屡见不鲜的。我提醒你，吴克，韩文婷可是当红模特。他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自毁形象的方式去博取眼球。第二种，那第二种呢？他就是用这个事件针对某个人，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。真的是？那目前所有矛头都指向那个魏洪博，魏总。魏洪博刚刚从银行出来，手里提了一个大包，很可能是大量现金。敲诈？敲诈？你的意思是，他拿这些照片去敲诈那个魏总？敲诈杀人，还是奸杀？全尸的动机是什么？凶手是熟人还是陌生人？谁是真凶？陈队，这是周队发来的案情通报，还有这一份是你要我查的丁大华的资料。丁大华的资料还需要技侦组的比对结果，先放一放。好的。吴克，看看这个。有什么想法？哎，陈队，我有个设想啊。说。这个韩文婷，可能拿着这些照片呢，去威胁过魏总。可能向他索取大量的现金，当时呢被这个魏总拒绝了，随即魏总杀害了。但是也可能这个魏总雇人杀了。非常好。
但是有两个问题。为什么今天老魏会突然拿着大量现金去找韩文婷？第二，为什么韩文婷的尸体又会抛尸在老魏的天台上面，而且死得那么奇怪？为什么？这说明这个魏总想洗清自己的嫌疑，对吧？演戏给我们看，这个很有可能。那他演得太好了，好好推敲一下。喂，陈队，报告出来了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好，马上过来。吴克，我现在需要的是证据。好，丽丽，让周队再把韩文婷的外围情况多多了解。好的。好像没什么反常吧？韩小姐的活动不是很规律，有时候三两天不出门，有时候出门了要大半夜才回来。你最后一次见到韩文婷是什么时候？昨晚，正好是我快交班的时候，大概八点半左右吧。韩小姐，出去啊！干啥？在哪？好像说的什么大厦，具体的我也听不清楚。是不是新源大厦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什么新源大厦。对，忠诚，往各大出租车公司发协查通报，把这个载客的司机找出来。是。拿这些照片去敲诈那个魏总。哎，正找你。报告出来了，你看一下吧。这么快？啊，是，怕你着急吗？自己拿出来。原因是，致死原因是 LSD 服食过量造成急性呼吸衰竭死亡，这也就好解释为什么死前他发生过抽搐，口唇、鼻尖部出现过紫绀了。LSD 无色无嗅无味，是一种强效的致幻剂。这种药物刚刚被合成出来的时候呢，是用作心理治疗的辅助药物。是后来由于其强大的致幻作用，被全世界各国普遍认为是一种危害极大的毒品，并添加查禁。但是这种药物在地下仍然是有流通的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毒品过量致死。所以在韩文婷的这个胃液里查到了有大量的红酒混合着 LSD， 那就是应该是把这药放到酒里一起喝下去的。韩文婷有长期的吸毒史，从尸检上很难断定韩文婷是否长期吸食这种毒品。那具体的死亡时间？具体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昨天晚上的11点钟左右吧。照片上这个人见过吗？见过呀，也是昨晚。我让他填莱克登记，他就是不肯，一副有钱很了不起的样子。昨晚几点？他来的时候7点来钟吧。7点来钟，正好是韩文婷遇害之前。
韩小姐就离开了，好像去的就是那个什么西园大厦。对了，这么看来，这个魏洪博嫌疑很大。把这个小区的监控录像带走。谢谢你们配合。啊，不客气。谢谢。谢谢。常的致幻剂量为25微克，一个正常的成年女子的致死剂量一般在1000微克到5000微克之间。我来解释一下微克这个概念。1微克相当于100万分之1克，也等于10亿万分之1000克。10亿万分之1000克，那不就是1粒微尘吗？这家伙谁防得住呀？一粒微尘可以这么理解。韩文婷体内的 LSD 的含量高达8000微克，可是你们要知道啊，韩文婷的体重只有48公斤，大量的红酒掺杂着足以致命量的 LSD， 再加上星星，这种强烈的致幻剂在她的体内迅速发酵，严重的影响到了她的呼吸系统，导致急性呼吸衰竭死亡。就算韩文婷以前吸过毒，就算韩文婷接触过 LSD， 她也不会疯狂到用这么大的量。因此，我判断韩文婷死于谋杀。丽丽，放下资料。韩文婷和星辉文化公司签了5年长约，即将期满。他是被魏洪博一手捧红。咱们看一下魏洪博，这个人呢，早年做过经纪人，而且进修过2年的法律。后来跳槽单干，一手创办了星辉文化公司。他离过异，育有一个孩子。这个人在圈中可以算是一个大拿，但是口碑不太好，而且男女关系比较混乱。结束了。单从经营方面，这个星辉公司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他旗下签了不少的平面模特，这2年还涉足了歌手选秀这一块，但是没有搞出太大的名堂。但其中呢，我认为有个歌手我们是值得关注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歌手李楠，22岁，跟韩文婷在微博上互动频繁，私交也不错。韩文婷的个人生活其实远远没有表面上看的那么风光，其实她朋友不多，也就是这个李楠跟她在微博上互相艾特。换句话说，歌手李楠可以算是韩文婷的闺蜜。丽丽，既然你对李楠这么熟悉，会后我正好一访。真的？来，你让我跟他一块去。怎么了？我派小倩另有任务。不对，这。挺好的，好好什么好？他一个内心，我一个外心，怎么能一样？这怎么就不可以了？我们这个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。你呀，还是在家老老实实待着。我不怕，好歹我也是警校毕业的。丽丽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就这么定。是。进。陈队，我们那会儿需要技术支持，陆姐说叫吴克过去帮忙。查一下韩文婷的电脑。吴克。是队长。哟，陆姐。哎，吴克来了，正找你呢。听说遇上点小困难呢。啊，韩文婷的电脑在这儿，
这台电脑的基本检查已经完成了，但是电脑内部深度的数据分析和比对还没有，所以要请你帮忙解码。没问题。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，所有的指向性都指向一个人，魏宏博。根据我们调查，韩文婷遇害的当晚，魏宏博的确去找过他，而且他们两个肯定说了些什么，所以魏宏博才会申请离开。再根据吴克提供的线索，韩文婷的艳照很有可能是自己放上的，所以我们推断他们谈天的内容肯定跟艳照有关系。最蹊跷的一点是，在魏宏博刚刚离开不久之后，韩文婷也出门了，而他的目的地就是清远大厦。对于韩文婷的死好像并不知情。魏先生工作很忙吧？这看样子是要出远门啊，还不忘来看看自己公司的模特，可见关系不一般啊。关系当然不一般了，他是我公司多年培养出来的模特，我是他直接领导，而且我们俩个人感情当然也是挺深厚的嘛。他所表现出来的是对韩文婷的死并不关注，但是让我注意到了一点，是他在知道韩文婷死讯的时候那种表情。他到底怎么了？你们都说呀。他死了。谋杀。突然。不能吧。他表现的是应该有的震惊，但是我从震惊当中呢又得出一点喜悦的感觉。我们先不管魏宏博他是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，但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他与韩文婷的死有很大的关系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有事情隐瞒着我们。哟，陆姐真是辛苦啊，工作这么忙还不忘给大家订饭。哎，你们快点。谢谢。小俊，哎，事儿安排好了吗？哦，放心，队长，我正完成任务。嗯，强奸未遂，确定吗？那我再去查查吧。哎呦！好，资料核实过了，没错。丁大华，男，现年40岁，无业。2005年曾因强奸未遂入狱服刑7年。陈队，这位是报案人，也是大厦的维修工人。真不好，是不是以前进去过？刚出来2年。为什么？偷东西，盗窃罪。那个时候年轻，不懂事儿。一块吃掉。不用了，饭我已经打好了。哎呦喂，微服享受啊。
怎么样了？你交代的事儿，我敢怠慢吗？中午回来就提取唾液成分了，估计现在结果快出来了。出来了，两根烟蒂中提取的唾液成分经过 DNA 比对，完全一致。这就说明案发现场的那枚烟头是丁大华留下的。非常好。那韩文婷体内的男子分泌物比对了吗？刘斌去提取样本了。估计结果要晚点出来。嗯，陈队在这儿呢。吴克，怎么样？网上的不雅照啊，确实是这台电脑发出去的。目前发现韩文婷电脑里也存着大量不雅照片，网上流传的就是一小部分。还有别的发现吗？现在正在检测呢。哎，姐，这是那个解码数据。好，您现在可以啊进行深度的对比了，看看还有没有线索。吴克。我怀疑新源大厦的监控设备被人动了手脚，咱俩得过去看一看。走吧，走。陆科长，辛苦了。密码在 U 盘里啊。谢谢了，吴科。由地震组支援，分头行动吧。好。你好，你们健康是怎么了？在走廊的尽头都是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好意思，三位，请问找谁？找你们魏总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可是见我们魏总是需要预约的。警察办案。哎。喂，魏总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哟，周队长。魏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怎么样，周队长？我这办公室挺宽敞吧？不错啊，魏先生的办公室果然是宽敞舒适啊。这沙发不错啊，还是意大利进口真皮的沙发。哟，周队长很有眼力啊！哎呀，说句心里话，一般人。很讨厌和你们这些新人打交道，一旦粘上，那就像牛皮糖，甩都甩不掉。心中无鬼，不怕鬼敲门。哎，这句话说得好。如果我心中有鬼的话，我早就躲到阎王殿里，我还不出来。我也希望看见魏先生的清白，但是要等你接受完调查之后。丁大华辞职了，对，是辞职不干了。问他为什么，就是不肯说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中午吧，就你们刚从这儿走后没多大会儿。哎，老丁，什么事？经理，啊，我要辞职，今天就不做了。哎，怎么说走就要走啊，老丁？你这刚给警察帮了忙，公司正要表扬你呢。嗨，也没帮什么忙，表扬就算了。反正我也没法在这儿干。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跟你说了也没用，我就是来打声招呼，不做了。
那怎么行呢？公司有规定，离职必须得提前一个月通知。你这说走就走的，那你负责的活到底谁干呢？至少得等到我找到个接班的。如果你硬要走，那你压的那一个月工资可就别想拿了。你要这么给，那我就不要了。反正我今天必须得走。哎，老丁，他匆匆忙忙就走了，连工钱都没有。他平时住什么地方？集体宿舍，和保安部的几个小年轻一起住。带我去看看。好的，请。魏总，秦要的红酒我给您。我说秦要，你干嘛呢？进门也不敲一下。你长没长点脑袋？脑子进水了？你没看我跟其他朋友在这聊天呢？出去！出去！怪了，这几天也没喝酒，红酒怎么少了这么多？魏先生好像很喜欢红酒啊，尤其是喇兔酒庄酒。哟。队长对红酒很在行啊。人嘛，首先得会赚钱，第二嘛，还要会享受生活。周队长，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藏点红酒，这不违法吧？大量的红酒掺杂着足以致命量的 LSD。下午4:30的火车。谢主任，警察叔叔慢走。哎，东威，你们别忘了。魏总，您说完了吗？啊。说完，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，我们想问您些事儿。请吧，魏总。哎呀，两位警官，那我得问问你，相关法律规定，让我去配合调查，那得出示什么什么证啊？这个情况。魏先生，你也看到了，相关的法律也规定了。警务人员在出示证件和说明事由之后，可以进行口头传唤。现在就韩文婷被害一事，希望你配合跟我们回去进行调查。如果你要是拒绝的话，我没说拒绝，可以可以。
但是我得。您哪那么多不过但是，但是不过呀？我说不过但是是有我的理由，我必须要给我的律师打个电话，可以吗？那麻烦您快点打。打吧。严律师，你到我啊？我是说让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广？谁让你到广西广西去了？啊！马上回来。去的。请吧。啊。哎，丽丽，疑犯丁大华很有可能坐着下午4点半的火车外逃，通知火车站派出所。陈队。哎。我勘察过了，这儿的监控设备的确被人动了手脚。我在这个无线终端上发现了无线传输设备。很好，跟我去个地方。看什么呢，宋威？你还玩不玩啊？不玩了，今儿有点累了，你们都走吧，好吧？怎么地，输不起了？废什么话，让你们走就走，赶紧走走走走走走。等会儿，刚才警察来，你废什么话？就你多嘴是吧？就你知道老丁走是吧？滚！我跟你们大家说啊，我不在的时候千万别磨洋工啊，别拿自己的铁饭碗不当回事儿，开玩笑。哎，听明白没有？听没听明白？听明白了。穿什么还以为自己是高富帅？哇！杜成，把这个收好，拿去化验一下。顺便你去一趟急诊科，确认一下何丽萍被害前喝的什么红酒。没问题，马上去办。嗯，好好好，那我跟领导说。哎，好了。哎，领导，小贾来电话了，火车站派出所同志们已经到位，现在正在进行排查。我是火车站派出所的所长周山海。今天下午4点半，确实有一辆开往湖江的火车，但从乘客登记信息来看，并没有丁大华。候车室排查了吗？有两名同志正在根据档案照片进行排查。陈队，陈队，这边走。买一张今天4点半到湖江的车票。你看一下还有几点的？同志，
你就让我送你去吧。来，下一位。求你了，林大华。一直没想明白，你说咱俩抓他的时候，他怎么不害怕？吴克，抓紧研究监控设备上的东西。好，好。这就来过吧。来过。别紧张，我们就是想向你了解点情况。什么情况？韩文婷你认识吗？韩文婷啊，我哪认识大明星啊？不认识。你是他的粉丝啊，床头还贴着他的照片是吗？陈队，你该不会怀疑我是凶手吧？没这么严重。不过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陈队，我要是凶手，那我为啥还要报警招惹你们呢？那张海报，那我还不就是觉得它好看才。是我抽的，可是烟不是我买的，是宋玉给我的。这几天我上天台干活，我歇的时候抽的都是这烟。忙着呢。哎，丁哥回来了。哎，小宋啊，哎，该走了，到我们班了。丁哥啊，那得辛苦一趟呗。你小子啊，不是炸金花就是打游戏。成天玩这些有什么意思啊？丁哥，辛苦辛苦。哎，哎呀，得了得了，这马上到点儿，我得赶紧签字拿钥匙去了。哎，丁哥，等会儿。你小子，谢谢丁哥。挺有钱啊，他送了一房嘛，关系挺好。啊，那他一个月多少钱工资？他比我多一点，基本工资2000，再加上奖金、福利什么的，一个月也能拿个2000起吧。对。陈队，能不能来一下？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啊！你再仔细回忆一下，你的
安全的空间。头，监控录像有发现，有个穿保安服的男的在天台上出现过，并且他出现的特别规律，就是每周二早上9点左右。头，你看，这是天台门内侧的探头。这个是左上方的探头，正好把他接下来的事情全部都给拍了下来。这个人每次都在天台上转两圈，然后就往排烟管道里放一些东西。放大。把清晰度再调高一些。王芳，这个人是新源大厦的保安，名字叫宋飞，去查一下，看他有没有什么点。好。哎，头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收获不小嘛，你要说。案发当天，所有的视频不都是黑屏吗？嗯。我觉得奇怪，就顺手把它倒了回去，发现每周三的视频都是黑屏。这样，顾客已经找到监控设备被人动了手脚的证据，你现在应该做的事儿，待会等他回来以后，把这个东西送给他，让他查查这个黑屏的部分能不能修复，记住了吗？为什么你们每次都比我快啊？怎么样，老弟，能说说你说走就走的原因吗？你是不是看见什么了？我真是没办法了。陈队，你们要不走，宋威肯定得对付我。为什么？哥们儿带点小玩意儿，哎，丁哥，跟那帮警察聊得怎么样？哎，就找我问了问情况。你说是倒霉催的啊，上个班碰上这事儿。丁哥，啊，那帮警察有什么线索没有？就算人家有什么线索，能告诉我吗？对。丁哥，哎，你这好言留着回头说。好。真是丁哥。咱呀都是老实巴交的人，是吧？一五一十，有什么就该说什么。谁说不是呢？电话，小电话。哎，哪个小姑娘给你打来的吧？报警啊！我能不跑吗？那我不跑，宋威非得弄死我。
这东西，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抓着了可是要重判的。就凭当保安这点钱，什么时候能混上？人无横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。哎，趁着年轻捞点儿，怕自己捞了遭罪呀。可是也不能。你想干什么？没猜呢，保证不说出去。哪有找到闲工夫天天盯着？万一哪天跟我走漏了放手怎么办？我走，我马上离开。我回老家再也不回来了，行吗？放我一马啊！我保证绝对不说出去。大牢的人，我打心底里怕了那种日子，所以啊，我既不想惹麻烦，我也不想麻烦沾上我。可谁想到啊！马上拘捕孙宇。是。注意他手中有凶器。明白。你今天表现得很好，不过我们现在还不能放你走。等技侦处的人彻底解除嫌疑之后，我们会对你施以保护。谢陈队，谢谢。少抽点烟啊！哎，明白。还有什么要问的，您尽管问。属猫的啊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至于吗？你就算我是属猫的，你又不是老鼠，你怕什么怕呀？我是怕吗？我刚才差点摁错一个代码，错一个影响咱们破案进度，懂不懂啊你？来，陈队说你发现监控设备出了问题，是不是就这个呀？嗯，跟那差不多吧，功能一样。说我在这研究这个呢。我怎么看他像 U 盘呢？确实像 U 盘，是吧？其实它不是 U 盘，它是一种这个无线信息传输设备。它的工作原理呢，就跟咱们的那个无线网卡差不多。无线网卡用不用啊？嗯，用过吧？嗯。无线网卡呢，只能接收信号，对吧？这个呢，不仅可以接收，而且可以对外发送信号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嗯。就是说，凶手利用它来发送信号，从而控制视频的监控画面。哟，上点道别说啊，你看那个，这个是我们那个电梯口那个实时监控画面，对吧？你看我的键盘上，关了吧？啊，就这工作原理，挺神奇的。神奇。无非就是之前没有人拿到做过案，所以你觉得神奇。既然你都弄明白了，那你还写什么代码啊？你这孩子哪来这么多问题呢？啊，规矩又忘了，不该问的就不要问，懂不懂？得得得，我不问。要不是陈队让我把这个给你啊，我才没工夫搭理你呢。这什么呢？这是视频监控画面，有一部分是黑屏的。陈队让你把它复原了，行，你放着吧，啊，去，该忙忙你的啊。
丁大华的嫌疑撇清了，不过意外的逮出个毒贩来，我已经让江美彤去逮他。你呢？怎么？魏洪波已经带回来了，肖剑忠臣正在审他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。队长，怎么样？是魏洪波，气死我了！我问了他一下午，你说他都有主意，除了一句律师不来我不开口，什么都不说。这个人有点意思啊，我去会会他。我提醒你，魏洪博自修过两年的法律。我知道，我正好比他多几年。有点意思。崔老师，刚下班。啊，是，今天有点晚。啊。琪琪，你爸爸呢？是不是工作忙又没来接你啊？他一定是没有时间。琪琪最乖了，爸爸的工作那么忙，你要理解他，你知道吗？哼。那，你看，你听不听老师话吧？当然。你要听老师话，你就得理解你爸爸，不能跟你爸爸闹脾气，你知道吗？好。这样吧，要不老师今天送你回家，你看怎么样？那好，我们开始行动吧。好，我们开始行动，走。周队，哎，警察同志，我必须要提醒你啊，你们可以占用我八小时，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。韩文婷是贵公司的模特，死于谋杀。像这样的刑事案件，我完全可以因为案情重大、特别复杂，将十二个小时延伸至24个小时。你说领导会不会批准我？怎么样？哎，队长，这周队还真有招啊！我算服了他。对这种人就得以毒攻毒。看周队看了多少书。学着点啊，询问就询问呗，没必要威胁我，对吧？魏先生误会了，我只是给你做一下相关的法律普及，没有其他的意思。哎，行，算了算了，问吧问吧，我又没有杀人，我怕什么？别啊，魏总，我们还是先等等你的律师吧。你是不怕，我们怕呀，万一你等会反咬一口，说我们什么刑讯逼供什么的，那我们不是跳黄浦江都洗不清吗？对吧，周队？哎，我说这位警察同志，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我们这是在办公吗？哎，行行行行行，我不跟你计较这些事情了。问吧问吧问吧，我先告诉你，我公司家里一大摊的事等我去处理。嗯，